在这段日子里面，我们都经过了风风雨雨，都经过了甜酸苦辣，也就是因为这些日子，我们的感情才变得更加巩固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很会耍浪漫的人，很会说甜蜜蜜、哄开心，但我也不敢保证，我是这世界上最爱你，也是最疼你的人。我答应你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其实我的脾气是很固执，有时脾气扭起来也很野蛮，但是真的很感谢你，一直这么样的包容我，我也会好好的继续疼你爱你，直到永远。你知道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的啦，我不要讲太多。Gary 因为这一天已经忙到很累，我也看到很感动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，嫁给他知道吗？森美，快回去嫁给他，嫁给他。现在是非常紧张的，都准备了好几个月，现在都紧张的肚子都会有点痛了，希望等下都能成功啊，加油。今天我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止要做你的王子，我要做的是你永远的依靠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很抱歉我这边没办法打给你答应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份幸福是属于另外一位女孩的。我答应你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会用我肥大的身体挡在你前面，为你遮遮风挡雨。之前我都不知道，幸福是用什么来做定义，直到此时此刻，我终于知道了，我要的幸福是什么。我要的幸福就是在未来的每一天里，能够牵着你的手一起到老，这就是我要的真正的幸福。宝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吗？愿意。之前哦，就讲啊，前一个星期 Gary 有一天是有特地飞来台湾，当天来当天回哦。啊，是啊，就是他跟你讲他去新加坡的那一天，然后他前几个月已经忙了很多东西了，我很开心看到这一天，祝你幸福啊！可以看到 Gary 真是有很用心的去筹备，我看你真是会是一个很幸福的老婆啊，恭祝你们两个幸福圆满。我愿在众人面前
向你许下爱的承诺，以后不论贫穷与疾病，我愿不离不弃的陪伴，呈现最美丽的幸福，直到永远。就是准备了那么多个月，现在终于都放松了。之前从20号我呢就来了台，就一直在想，这个东西会进行到怎样，一直到紧张到刚才，现在终于很放心啦。至于看到他那么感动，我也是很开心，就这样。哇、wow.。我真的很感动，我会永远爱你。好好。